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各位同学收看《国际贸易十五》第十四次的播出。在上个礼拜，我们针对进出口厂商对于外汇的避险的态度，还有他的想法、他的策略，还有外汇避险的工具，跟同学做了说明。你是一个进口厂商或者一个出口厂商，会因为汇兑的这个升贬而造成汇兑利得跟汇兑损失。而这个汇兑利得跟汇兑损失，我们到底要如何去？ 规避如何去考量？在上个礼拜已经跟同学做了说明，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先评估我们的外汇部位是属于正部位，或者是属于负部位。所以正部位就是将来有外币，那我们担心的是外币的贬值会造成风险，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用预售的方式，或是把美金事先的抛售。 那如果是副部位的时候，就是将来我们是要付出美金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事先买进美金，在远期外汇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预购的方式来加以处理。而这个汇率的风险的上涨跟下跌，对进出口厂商常,常常是会造成很大的，会对风险利得或者损失，这个同学要必须加以是注意的。接着今天第十四讲里面，我们是讲的是外境外的公司。 跟所谓的 OBU 的账户，境外公司跟 OBU 账户呢，是我们比较不容易见到的。其实它是进出口厂商相当重要的一环。而本讲的重点有境外公司，第二个国际金融业务分行，第三个台商赴大陆投资的一个规划。而这个是我们本讲的最主要的三个重点。 各位同学都知道，台湾是一个海岛型的贸易经济体，所以在整个这个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喜欢用到所谓境外公司以及 OBU 账户。那为什么会有境外公司跟 OBU 账户这样的架构呢？其实应该导源于所谓的这个税率。 那各国的税率基本上是不一样的，税的法则跟税的原则也是不一样。有些国家是属人主义，有些国家是属地主义，有些国家属人兼属地，有些国家既不属人又不属地。那所谓属人主义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我国的国民，你无论到任何地方，当你发生所得的时候，就必须要缴税给本国的政府。比如说美国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属人主义，只要是美国人。 无论他的所得是发生在美国，或者是美国境外，都必须缴税给美国政府，所以它叫做属人主义。台湾早期是属于属地主义，所以属地主义就是说，只要在我台湾本土以内，管你是本国人或是外国人，你只要在本土以内发生所得，你就必须缴税给台湾的政府。 比如说，台湾的国民在台湾发生所得，理论上本来就应该缴税给我们自己的政府；而外国人在台湾工作发生所得，也应该缴税给我们的政府。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属地主义。有些国家是属地兼属人。 比如说，日本就是一个属地兼属人的例子。那有些国家呢，它是既不属地也不属人，也就是说，它对于不属地跟不属人，基本上到时候不瞌税。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很多公司就跑到那个地方去设所谓的境外公司，而透过设立境外公司的方式呢，就能够节省大批的这个税金。早期到境外公司设立公司，基本上是为了节省税金。 后来有一些控股啦、节税啦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呃功能就跑出来，所以境外公司在国际贸易里面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针对境外公司来跟同学做一个定义。所谓境外公司，就是登记在注册庇护地（俗称免税天堂）的地方。第二个，该地政府根据国际商业公司法。 接受外国人到该地登记为公司。第三个，为了鼓励外国人到刚当地登记公司，会给予免税的一个优惠，还有各种方便的法令规定。而这个就是所谓的境外公司。境外公司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那比如说，在英属的、的英属的这个开曼群岛 b B i 群岛）。 这个贝里斯群岛，他们就有这样的这个这个特色。另外，在美国的德拉瓦。 甚至新加坡，他们也瓜分了一块区域来作为境外公司的设立，而这个境外公司的设立，我们又通常称为子公司。这个“子”就是报纸的“子”，我叫 paper company，它只是一个纸上公司，透过当地的登记而能够取得很好的一个租税优惠的协议。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台湾很多大企业，基本上它都会，比如说同一企业。 挂号开曼群岛，也就是同一企业在开曼群岛设立的一个子公司，透过子公司的设立呢，就能够呃得到很多租税优惠，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优惠措施。但是呢，境外公司境外地点那么多，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地点作为境外公司的设立地点呢？所以选择合适的境外公司的注册地，它包括下面几个重点：第一个。 当地的法律，也就是说，你对当地的法律要相当的清楚。第二个，避免双重课税，有时候友好国家会双重课税，你也极力避免。第三个，银行跟金融业务，那你必须要能够自由的操作。第四个，专业的领域的协助，包括会计、法律等等这方面的协助。再接着，通讯要的要自由而且快速。 啊，还有费率上也要最低，最后是语言的部分，基本上我们比较偏向于是用英文或者是这个呃的方式来做处理。所以境外公司你要设立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什么地方设立比较好。台湾大部分的公司，当他在设立境外公司的时候，大部分偏向于英属系统的境外公司，法属系统的境外公司有语言还有法律规定。 避免去设立，而美国的德拉瓦也是我们这个台湾的公司到海外设立境外公司的地点。那境外公司设立之后，它到底有哪一些优点呢？接下来我们跟各位同学谈一下境外公司设立的优点。第一个，它叫做呢可以节税，也就是说它的税金可以免。第二个，控股。 它可以透过境外公司来控其他的股权，比如说旺旺呢、统一呢，都是做这样的工作。第三个，规避投资的政治风险，当外资持有的时候就能够得到适度的保护。第四个，承受有限责任的一个投资风险，因为是属于公司制，所以是有限责任。第五个叫特殊交易，有些特殊交易可以透过境外公司来加以去执行。 第六个资金调度的自由，那它可以透过 OBU 的方式来去作为这个调度资金所用。所以同学了解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许多台商，他基本上都是透过境外公司的设立去控股大陆的公司。那为什么不直接投呢？除了政府的法律规定之外，另外可以把你的这个利润留在海外。 第二个，因为透过境外公司的方式，这些公司是属于外国人的公司。当属于外国人的公司的时候，那大陆地区、中国地区可能就会依据这个国外的外资法来帮你做适度的规划。所以，境外公司在国际的这个国际贸易上。 或者是国际的控股，或是国际的投资上，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多。那同学不妨可以透过报纸的简报啦，或者是一些这个气管顾问公司啊，都有帮我们的企业在申请境外公司。那透过这样的体系，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境外公司的功能跟特师特色。而这个是在过去十年来台湾相当发达的一块的这个市场。 好，我们先讲到境外公司，等一下我们回来跟同学说明国际金融业务分行，也就是 OBU 账户。谢谢。好，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境外公司，那我们现在开始跟各位同学来谈一下这个 OBU。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所谓 OBU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我们又叫 Offshore Banking Union，为境外金融业务的一个单位，那又称为国际金融业务分行，通常是政府会提供许多租税优惠的协定，以达到吸收外汇的这个外资的目的。各位同学都了解到。 刚才谈到境外公司，境外公司是我们的公司到海外去设立一个纸上公司。这个纸上公司它的操作呢，也要牵涉到银行体系。那银行体系到底什么样的银行体系能够提供这样的协助呢？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国际金融业务分行。那是国际金融业务分行。同学不要很想说这个国际金融业务分行是不是在海外？其实不是的，它其实是在我们本国银行里面划出一个单位。 而这个单位呢，是专门在服务外国人或者是外国企业。 不管这个外国人跟外国企业是真的外国人，或是假的外国人，是真的外国企业，或是假的外国企业，只要登记在海外的这个外国企业，即使它的董监事的成员都是本国籍，我们也是照样服务。那这种叫国际金融业务分行，那它通常会放在银行的总行，通常跟银行的国外部相连接，而它使用的币别呢，基本上不能是台币。 必须要是外币，那这个就是我们所称的 OBU 账户。银行对 OBU 账户及其保护，那政府机关对 OBU 账户基本上是不会去做任何的查税动作。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境外公司就可以把我们的资金调度放在 OBU 的账户。接着我们来谈一下 OBU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它的开户对象到底有哪些？包括第一个叫做所谓的自然人。 那持有外国护照且在中华民国境内没有固定住所的人，第二个叫做法人机构，就是一般公司行行，第三个我国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比如说 Acer 在海外的美国分公司，第四个外国企业。 比如说 Intel，那比如说 Sony 日本企业等等。第五个外国政府及金融机构，那这些就是一个开户的对象。所以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不是在服务本国人，他服务的是外国人。那虽然服务是外国人，我们也不会钻到第二层，说他这个外国公司或是外国人，他到底背后的身份背景是怎么样，我们并不会再追究。只要他的这个公司的设立地。 不是在台湾领土以内的是在台湾领土以外的，我们都可以允许他来开户。所以刚才就可以听看得到，OBU 开户呢，基本上分为企业户还有个人户。我们接着就针对说，个人户开立 OBU 账户的时候，应该要准备哪一些文件？第一个，他必须准备外国的护照；第二个，要非中华民国居民的一个声明书。 第三个硬件卡一式两份，第四个 OBU 外汇活期存款开户，或者是外汇定期存单签发申请书，这个就是一般的自然人所开立的 OBU 账户。那当你把钱开在 OBU 账户里面。 基本上，我们政府没有办法给你扣任何的税金，所以有些外国人他很清楚，他把这个钱开在 OBU 账户，而不开在我们所谓的一般账户，叫做 DBU 账户，叫境内账户。接着我们来谈一下，那如果是公司，那你开户的时候应该要准备哪一些文件？包括公司执照银本两份，包括营业登记证银本两份，包括第三个。 代表人跟负责人的护照影本两份，还有第四项董监事名册或股东名册影本两份，第五个董事会授权开户提管之会议记录或者是授权书，第六个还有印鉴卡一式两份，第七个 OBU 外汇活期存款开户、外汇定期存单。 签发申请书，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公司行号开立 OBU 账户所需要准备的文件。那你有了这个文件，你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银行那开立 OBU 账户。OBU 账户的中心呢，其实在每个银行只有一个单位，那就是在总行的国际金融业务分行。但是总行国际金融业务分行它的触角。 可以透过银行的各分行代收代付各种单据，那由分行代收代付做各种单据之后，转送到总行的 OBU 账户去做处理。那一般银行的作业方式大概是这个样子。接着我们来谈一下 OBU 银行账户的存款方式，它有别于一般台币的存款方式，包括第一个境外客户之托收。 均直接存入设于银行 OBU 之外汇活期存款户。第二个，OBU 办理外汇存款不得收受现钞，亦不得兑换为新台币的提取。那这是 OBU 的基本的精神。 所以各位同学都了解到，你如果去 OBU 这个做存款，你不能抱着现金去。你抱着现金去，它基本上是不会给你收的，因为抱现金去没有办法这个掌握资金的流程。另外，OBU 账户因为是服务外国人跟服务外国公司，所以你不能够以新台币做计价单位，你的存提必须都是要以非新台币的货币，特别是美金。 欧元、日币等等这种国际性的货币为主，那所以当 OBU 你要提领钱的时候，你不能要求银行说我要换成台币，这点是不可以的。你可以说我要提领美金，但是麻烦把你的美金帮我换成欧元或是换成日币，那这种方式就可行的。接着我们来谈一下 OBU 银行账户的一个存汇方式，它第一个是以外币的支票。 或是银行的支票或汇票交由银行办理托收业务。第三、第二个以信汇或是电汇，所谓电汇就是 T/T 的方式存入银行的指定账户。第三个，国内银行的外汇存款户可由国内金融机构汇入开户银行之指定账户内。最后一个汇存的这款项不得为现金。 跟旅行支票，那这个就是 OBU，你在存体的时候，他给你的这个规范，所以你可以很清楚。虽然政府对 OBU 的整个业务流程，他在查查资金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呃税金方面，他基本上是不会给你很严重的规范，但是呢，他都不能用现金的方式，因为用现金的方式没有办法知道资金流程。那基本上银行或者是这个银行体系里面。 对于 OBU 客户的资金往来也不会加以过问，毕竟那是外国人跟外国公司。所以 OBU 既然是那么的方便，那它到底有哪一些优点呢？企业如何运用呢？其实企业运用国际金融业务分行的优点有大概下面几个重点：第一个，免税；第二个，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第三个，流动性加。 第四个不受境内金融法规的限制，第五个具有高度的隐秘性，第六个存放款利率还有客户自行的约定，那不受排告汇率的一个影响，还有 OBU 分行开户的台商可以享有调拨母公司额度的好处，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讲。 OBU 的好处有这么多，所以难怪台湾很多台商企业都会在 OBU 开立账户。虽然 OBU 在开立的过程中刚开始是非常的这个麻烦，但是一旦开立完之后，就可以享受到很多 OBU 的一个优点。而这个 OBU 的优点，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几个重点，其中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节税。 透过节税的方式，我们可以把境外的利润留在海外，不用马上汇入国内。那汇入国内的时候就必须要缴税。那如果放在海外，可有替延缴税的功能。那 OBU 虽然是一个非常好的金融机构，但是我们在呃境外公司跟 OBU 互相搭配的时候，也要了解到银行对 OBU。 这个体系的操作模式，如此才能够跟银行取得这个相当的默契。所以 OBU 跟境外公司可以说是在目前国际贸易里面相当重要的工具。那同学就在这里就应该是很清楚了。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再回来跟各位同学说明进出口厂商如何运用 OBU 账户来作为结税的一个功能。谢谢。 好，刚才我们针对进出口厂商运用 OBU 的一些基本原则跟优点，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图卡来跟同学说明一下，如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如何运用境外公司，还有运用 OBU 的这个呃账户来加以来加以这个运用。所以从图卡里面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台湾的这个公司。 当台湾的公司呢，那他在境外设立一个境外公司，同时搭配 OBU 账户，所以他把货卖给他自己的境外公司，那可能是卖一百万，所以这个时候台湾的公司就收到了一百万，然后他再由境外的公司在转售这一批货给国外的进口商，那转售的时候呢，那国外的公司付一百二十万。 所以在我们的税法里面，台湾的公司其实他收到的货款是一百万。如果他没有透过境外公司，那他收到的货款是一百二十万。那这种逻辑就是把利润的二十万留在境外 OBU 公司，可以达到结税的效果。另外，第二张图卡指的是进口商运用境外公司 OBU 付头所做成的结税的效果。 如果没有境外公司的时候，台湾从国外进口的货，它基本上是一百万。那如果透过境外公司，台湾的公司向境外公司进货一百二十万，境外公司在向国外的出口上进货一百万，那也就是说，用这种方式让它的成本增加了二十万。 那这样的情形也能够让我们的台湾企业得到这个节税的工作，所以由上述的两项图卡，各位同学都了解到，那也就是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可以利用在成本上的垫高，还有或者是所得上面的减少，把利润留在海外，这是境外公司的功能。 那政府是不是知道这样的东西呢？其实政府也知道，但是政府会在会计准则上的这个移转定价方面做所谓的稽核的动作。如果留了太多的利润在境外公司，可能我们的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是我们的税监稽征库会有意见。但是如果的合理的把利润留在境外，这基本上已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大家所常常运用的方式之一。所以刚才讲 OBU。 境外公司其实它是一个互相搭配的一个模组，而这个模组也让我们的台商能够立足台湾，胸怀大陆，望眼全世界。接着，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我们的台商到大陆投资的目前的状况，如何运用 OBU 账户？其实各位同学都了解到，台湾在民国六十几年、七十几年，经济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但是到了民国八十二三年的时候，由于我们台币大幅度的升值，我们工资大幅度的垫高，所以很多的台商企业在台湾其实是没有办法生存的。所以那个时候推蓝镜政策，也就是说希望我们的台商能够到东南亚去设工厂。 那这样的南进政策基本上是可行的，但是到最后，由于东南亚的文化啦、那语言啦、啊、等等，跟台湾格格不入。那那个时候刚好中国在推行所谓的这个经济自由化的运动，经过邓小平的南巡，台湾大陆的经济开始往资本主义来靠拢。 中国大陆变成全世界最主要的制造工厂，所以中国大陆也就成为台商企业的制造工厂。台资企业一波波的跑到中国大陆去设厂，再从中国大陆把货品运到全世界。所以我们说那个时候是叫台湾接单，大陆制造，大陆生产，而大陆出货的一个最主要的逻辑。那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是 Made in China，但是 Made by。 台湾 n e 也就是台系厂商在大陆制造的商品，然后卖到全世界。因此，台湾跟中国大陆在经贸上其实相当的密切。那这样的密切的架构，如何去控管跟维护呢？那也就必须要用到所谓境外公司的架构。而我们可以跟大家同学来分享大陆投资规划与控股架构。以目前的法律规定，政府规定。 台商赴大陆去投资呢，不能够直接投资的，直接投资是有问题的，所以台商都会先到境外那设立一个所谓的境外公司，然后把资金汇到境外公司，再由境外公司那转投资到大陆的地区。接下来我们一张图表，同学就可以非常清楚我们这个图表的表示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湾的母公司。 把资金先汇到境外公司，再由境外公司呢汇到大陆地区的这个分公司或者是子公司，这样的逻辑就是所谓的透过境外公司的转投资。那我们的台系厂商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第一方面可以达到节税的效果，第二方面呢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得到了多一层的保护。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台系厂商投资大陆的最主要的模式。 而台系厂商赴大陆投资，有所谓的“三来一补”的形态。而这个“三来一补”的形态，包括第一个，我们称为来料加工，也就是台商提供材料到大陆加工出口；第二个叫来样加工，所谓来样加工，就是提供这个样式到大陆制造出口。 第三个叫来件装配，所有的零组件都从台湾来装配以后再出口。最后一个叫补偿贸易，也就是说大陆比较没有资金，所以透过补偿贸易的方式，那把货物给送出去。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台系厂商在大陆的逻辑大概是这样。但是随着 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越来越发达，我们发现这三来一补的方式已经慢慢式微，反而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台系厂商视为的一个市场。也就是说，本来是把中国大陆视为一个生产基地，现在把中国大陆视为一个广大的市场。所以你可以发现，台系很多厂商直接就把工厂设到大陆，然后做出来的东西它不出口，它直接卖给大陆的本地人。 这种方式，把市场视为大陆最重要的一个资源，那也就是将来要走的方向。接着，我们来谈到那其他的方式如何运用这个呃境外公司跟 OBU 账户的这个呃逻辑，包括第一个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财务中心，第二个它可以调整企业集团的股利发放，第三个方便资金调度，利于。 转投资，第四个特殊的融资安排，第五个国际租赁及购买租税的协议，第六个叫国际控股与投资，最后资产跟智慧财产权的保护。 所以刚才我们都一直提到境外公司呢，最主要是在做节税跟控股的效果。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除了节税跟控股的效果，上述所提的也是境外公司的一些优点。透过这一些优点呢，能够让我们的企业营运更加的这个稳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境外公司跟 OBU 账户。 或许境外公司跟 OBU 账户对于一般同学是比较陌生，但是在实务的操作上可以说是相当的多。接着，我们就针对本章的作业跟同学来做说明。第一题，何谓境外公司？它的优点有什么？那什么叫境外公司呢？ 第一个是登记在租税庇护地，俗称租税天堂的一个地区。该地政府根据国际商业公司法，接受外国人到该地登记公司。为了鼓励外国人到当当地呢登记公司，给予一一些免税的优惠，还还有各种的方便的措施。而第二个，什么叫做境外公司的优点呢？包括节税，包括控股。 包括避免投资的政治风险、承受有限责任，还有那个特殊的交易跟资金调度的自由性。第二题，什么叫做 OBU 这个境外呃业务分行？那它运用的优点有几个？OBU 又叫 Offshore Banking u n i o n 为境外金融业务单位，俗称国际金融业务分行。通常政府会提供许多租税的优惠，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 而它的优点有下列几项：第一个，它可以免税；第二个，不受汇率的波动；第三个，流动性佳，不受境内金融法规的约束，具有高度的隐秘性；还有存放款利率和客户自行约定，不受排告利率的影响；还有 OBU 境外分行开立的台商可以享受调拨母公司额度的这个好处。这个就是我们第二题的这个题目。 那这个作业呢，基本上第一题跟第二题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那经由我的解释，那相信各位同学已经很清楚了。境外公司跟 OBU 公司如果互相搭配，能够为我们台商创造出更多的利润，也让我们的企业在国际上可以得到非常大的优势。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见。